各位，准备好了没有？好了，准备好了。好了，所以，各位今天在这里参加校旗队的甄选，未来的训练过程绝对不可能轻松愉快。我希望你们，既然有决心参加，就要狠心撑到最后，千万不要半途而废。有没有问题？没有。要达安全规定，一，在训练期间啊，若有身体不适者，立即向干部反映。二，所有训练项目应等所有人完成后，才可以更换下一个项目。接下来，宣布测验项目：一，伏地挺身；二，仰卧起坐；三，交互蹲跳；四。500障碍超越，完毕。听口令，指挥。好。撞死啊！他们连打都还没打，笑死人了，跟娘炮一样。桃哥，不要欺负人家嘛！阿仁，你想撞啊？我再来先丢高哦。阿仁，算了，我们散吧。那小姑娘看好回家，被骂。阿豪，你好贱哦！姑娘酒窝笑笑，姑娘酒窝笑笑。好用力啦，什么都不倒，偏偏学到现在。我你那些冲啊！下次。阿仁。你没事吧？走开！我不会再让别人瞧不起我。彩薇，你们要来这边都不会先约一下的、哦。对不起啊，你要吃什么？我帮你去买。珍珠奶茶，大杯。好。哎，阿仁，听说你们旗队最近好像操得很凶哦。还好了。是啊。那你要多注意自己的身体，千万不要硬撑哦。什么话？这点小毛病算什么？还说嘞，
我看你最近上课三不五十就在打瞌睡。我哪有打瞌睡啊，是利用时间休息好不好？好啊好啊，反正你自己知道就好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知道最近啊有一家不错药膳排骨，要不要我们放假一起去吃，顺便犒赏自己，补补身体啊？我要留在学校练体能。放假还要练体能？不然你还想一起去啊？好啊好啊，我最喜欢吃药膳排骨，一起去吧。要去你自己去啦。哎，你也太那个了吧？哪个？采薇啊。采薇？你是真的不知道，还是在装傻？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快上课了，走吧。明明就在装傻，身在福中不知福。靠，洗衣机。你把我衣服拿出来了，谁知道是你的、啊？你有什么事都要跟我作对？这个人啊，只跟男人作对，从不跟女人作对。啊，想当男人啊？你为什么要跟同学打架？到底怎么了？你自己说。他凭什么管我学弟？我都已经跟他说了，我的辅导学弟我自己来处理，他还骂个不停。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嘛，所以你想用暴力来解决？是他自己不给我面子的，那我还要给他脸吗？如果每件事情都要用暴力来解决的话，那不早就世界大乱了吗？更何况只是区区一件管教的问题而已，有这么严重吗？学长，这关系到尊严的问题。尊严，如果要靠暴力才能得到尊严，那尊严这两个字也太没有价值了吧？我管他什么价，什么价值？他在学弟面前侮辱我，我就是不能原谅他。我的字典里只有士可杀不可辱。唉，你真是个火爆浪子。跟我来。那个被自己同学当着学弟面前羞辱的人，你是不是会出手打他，来维护你所谓男人的尊严？旁观者清，冷静下来没？我，暴力是不能用来解决问题的。我就是忍不下那口气嘛。我们下级队出任务是不容许有任何一点差错，因为在每一个掌旗者心中，国旗代表的是国家，校旗代表的是整个学校的精神形象。
长级者出任何错误，都会影响对国家与学校的形象。因此，在每一个长级者心中，都有不容许出错的责任与义务。要能承担这个责任，靠的就是荣誉。所以说，训练才会如此严格。难道那位学长都不会觉得自己在学弟面前出糗？那位被处分的学长之所以不觉得被羞辱，就是因为责任感所激发出来的荣誉心，而这份荣誉心让他不仅不觉得自己被同学羞辱，反而心存感激，感激这位同学注意到自己的缺点，在训练阶段就能导正错误，避免在出任务时出错的可能。军人作战也是一样的，作战中要是有任何一个人出错，受伤的不只是他一个人，而是一个连，甚至一个营的全军覆没。所以，真正男人的自尊，不是建立在你所说的武力或暴力的外在精神表象，而是内心的责任感与荣誉心。那才是真正男人的尊严。在浴室里比男人算什么男人了？有本事到校旗队里面去比啊，看谁先拿到国旗冠。哇，国旗冠，我还不敢想。如果在旗队里我长的是院旗，你大概有这么一点点机会可以当标兵。你话别说得太满，不然啊，到时候只剩一张嘴可以举旗了。好啊，咱们走着瞧啊。包兄，学弟帮我入列。为什么迟到啊？原来就是你这个火爆浪子啊！是不是去火爆一下才迟到啊？包兄，是因为都已经迟到，你说那么多？小后尊，里面的部队，来，各位看他，为了给他一点警惕，等一下所有人，除了他之外。伏地人姿势预备，一、二，一下二上，一、二，一、二。我说火爆浪子，不要挑战我。你要知道，不是只有你才会火爆。我有叫你做吗？起立。包学长，学弟自己做错事，自己担。请不要处罚其他人。我叫你起立，听到没有？不起立是吗？很好，带走。等一下，说人做的时候，附带声，亲爱的同学，不要再迟到了。一，亲爱的同学，不要再迟到了。二，一，亲爱的同学。不要再迟到了。二，你要是再不起来，我还有更好玩游戏，你要不要试试？我还是提醒你，不要挑战我。一，亲爱的同学，不要再迟到了。二，大声一点啊！这么小声，你们同学怎么听得见？一，亲爱的同学。不要再迟到了。对嘛，这种命令还差不多。二，一，亲爱的同学，不要再迟到了。这次恳亲会可以用那个小熊维尼的图案。可是这样会不会太活泼啊？太活泼，不然我们看看有没有别的。阿仁，你们最近校旗队练习好像都没有拿旗子，怎么都在练体能啊？像说，我们体能未达标准，还不能拿旗。是哦，那还要多久？我也不清楚哎，大概需要一段时间吧。阿仁，其
前几天和你一起跑步，跑到一半，你就好像气喘一样，不停的喘气，还在路边休息了好一阵子。校旗队的训练量那么重，你自己找时间去检查一下。阿仁，你还好吗？是不是身体有什么问题啊？没事啊，别担心。哎，你这半有没有空啊？这半有啊。怎么了？你是不是需要我陪你去做健康检查？你在说什么啊？没事好不好？只是想说，这半看你们俩有没有空，难得三天连假，一起去小巨蛋溜冰啊。小巨蛋？好啊好啊，我从来没有去过小巨蛋哎。不好吧？阿仁，我觉得你还是去检查一下，及早发现，及早治疗，以免小病拖成大病。我们都可以陪你一起去啊。也对，反正先看医生，再去溜冰也不迟啊。不然就这样好了，礼拜六我们先陪你去看医生，然后再一起去溜冰，这样好不好？烦不烦啊？跟你说我没事了嘛。算了，不去了。阿仁，阿仁，阿仁。我觉得阿仁怪怪的，每次提到这件事，他就想转移话题，你觉得呢？他一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。欢迎学员陈世昌报告。请进。有。现在这个不行。对。对。报告训练官，学生有件事要向训练官报告。什么事？学生上次因为管教学弟的事情，和女儿人发生一些冲突。哎，你的名牌呢？报告上，新生忘了带。放在哪里啊？干嘛不带啊？高校新生发寝室是怎样？这学校一直盯着你们是不是？我看你是上瘾了哦。从上次寝室内务升旗服役待检，政训课打瞌睡，怎样？是要害连上生活辅导竞赛扣几分你才爽啊？报告！报什么东西啊？大话啊！陈市长。他是我辅导学弟，我来处理就好。处理个屁呀、啊！我现在不就在处理了吗？哎，你嘴巴放干净一点。他是我辅导学弟，他有做不对的地方，本来就应该由我来处理啊。轮到你吗？是哦。那你就好好管好你学弟啊。你的领导能力还真让人佩服啊。先是想怎样？我有说错吗？我是他连上学长，我没有资格管他吗？你连上是你一个人的啊！如果你那么伟大，今天他就不会害连上扣那么多分了啦。阿仁，你没事吧？过度换气，难道这些年都没有人发现吗？报告有，医务所的医官说，平常只要多注意他的状况，小心点，不要让他太紧张或情绪太激动就可以了。怎么都没有人告诉我这状况呢？学生有个建议，你说，是否可以让阿仁退出校旗队？阿仁平时在校旗队操练时，病发可能还好处理。我是怕，万一出任务的时候病发，那就很麻烦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你先回去吧。谢训练官。
对了，帮我叫威过来找我。是。谢训练官。你们学弟来找我，跟我说阿仁患有换气过度，为了他的病情着想，所以要请示我说是否可以将阿仁退出校旗队。我想你是校旗队的负责人，所以过来问问你的意见。要他退出校旗队，学生认为没有必要。就学生对他的了解，他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，现在正努力达到旗队的体能要求，而且私底下训练的量是别人的两倍。如果照训练官所说的，那阿仁的病情早就发作了。那就好，但是你要多注意一下他的情况，知道吗？是的，我会注意的。小心，立正，旗队交接。你现在想要退学吗？包学长，一个男人是不会轻易放弃他的目标的。你看看这是什么？包学长，四年级学长的监视。这代表什么？责任和荣誉。责任和荣誉？我告诉你，这叫做权力。
这代表我可以做到你不能做的事，也代表我可以做你不能做的事。是。你摆什么脸色？不爽吗？抱歉，没有。没有。我看就有。抱歉，请千万不要刁难学弟。刁难？我还刁鱼欸。我也学长现在毕业了，校学队没有人可以保你，你现在只有两条路可以走，要么就退队，不然就退学。抱歉，学弟两条路办不到。军人的天职是服从，你告诉我你办不到。抱歉，合理的命令要绝对服从，不合理的要向上反映。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算了，你不愿自己退队，那就别怨我。你有听说过什么叫合法掩护非法，什么叫黑箱作业？我告诉你，你不愿意自己退队，你就留下来被我抄。反正到最后，你一样不能长齐。离开。谢谢。怎么啦？不然明天我们一起去渔人码头好不好？每次我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只要去那边吹吹海风，很快心情就会变好咯。你很烦欸，没事去照顾好你自己的学妹了，少在这多管闲事。我，你怎么你啊？这样走开，别来烦我了。阿仁，不用。彩薇怎么啦？我怎么知道？你这么说就表示你一定知道，快说。是他自己来烦我的，我只是请他离开而已。只是这样？不然是怎样？你自己去问他嘛。你这么凶干嘛？玩他都只是关心你而已啊。是哦。我不用你们来操心啊，去关心他吧。说话不要太过分哦。说实话而已，但是受不了。怎样？恼羞成怒啊？阿仁，不是每个人都得忍受你的脾气。这么晚了，应该是在打扫，没有空接电话吧？哎，阿仁，你有看到彩薇吗？我要还她笔记本，可是打手机都是语音信箱哎。听说今天整天都这样。什么？喂，真伟，彩薇回来学校了吗？没有哎，她好像还没回来。刚学姐在找她。哎，快收站，你要去哪里啊？
薇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？直觉吧。要回去，一起回去。这里晚上很多怪叔叔哦。是为了阿仁的事吗？你也知道，他这个人好胜心很强，被玉云学长这样威胁，相信他自己也不会好受。那我呢？他说的那些话，难道就不伤人吗？他这个人就是这样，他不想被别人发现他的脆弱，所以只好武装自己。才会说出那样的话。不走，我就不走。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？时间不早了，再不走的话，我们就要被学校当成逃兵了。学校的校规放在心上哦。暴动不是，是什么？暴动是因为彩薇的钱包掉在捷运上，学生两员在服务台等候通知，后来有好心民众通知在淡水捷运站拾获，所以学生没有多想，便赶往淡水捷运站领取。所以才错过收假时间。那为什么不事先回报呢？队长平时就一直在要求回报制度落实。你们两个都已经三年级了，还不知道吗？包长，不是。包长，学生是因为……够了，不要再说了。队长好歹干了十几年的军官，什么样的兵我没带过？刚看你们两个，一个一直在为同学辩护，而另一个脸上却充满心虚的表情。注意，在校旗队里，我想大家都应该知道，校旗队的成员必须品德、学业、体能。都是不可以有任何缺点的。
但是很遗憾的，本队有人破坏了校旗队的队风，为了维护这优良传统，我们必须把他从旗队中除名。王想出列。从今天开始，王一翔正式从旗队中除名。吴经理，离开吧。我也记不得当下是什么动机驱使我这么做了。你们两个都一样傻。哎，拜托，要不是我当机立断，搞不好就再也看不到他了。还有啊，罪魁祸首是你，你到底知不知道？女人真难懂。好啦，我知道你心目中就只有那面旗。既然我已经做错了决定，我也愿意承担一切后果。放弃校旗队的荣耀，这代价会不会太高了点？现在说这些都已经太迟了。我已经将我的荣禄都献给了他。那他接受了吗？用两个小过赚一个女人，真是。怎样，羡慕吗？你好冷哦，我们去吃点东西吧。不然，我去吃馄饨面好了。馄饨面？嗯。你去哪里吃啊？他在公园右边巷子里面啊。你去过？没有。你好。哎，对，你吃看还袂歹哦。关系啊，真的，就这个呢啊，搞个地盘来，搞我宝。你干嘛？这怎么是地盘？啊，叫几张上出来嘛，不然眼光怪啊。卖啰嗦啦，我不要无代志啊嘛，进来啦，杀出来啦，你这么凶啊？进来啦，要杀出来啦，进来啦。哎，是出来呀，几百块钱，多少？快出来啦！来来来，出！你怎么在这边？我到前面去搭车，碰巧经过这里，越看越不对劲，所以就过来看看。没想到，哦，没事，我先走了。阿伦，谢了，应该的。指挥权交接，李维仁哟，朱烈，
校旗队就交给你了。是。陆弟，只看公园那马术，我去吃那个。好好干，知道吗？就知道。关狙击。